为开箱揾 copy 比操，李隆基狂练瑜伽。在八十年代唱走廊歌唱到有李九祖之称的李隆基，已经唔经唔觉入行四十年。为了贺一贺他，基哥就在7月20日搞了个歌唱，所以他就神咁早在半年前就已经秘密跟住 copy 学瑜伽。日前我哋就在尖沙咀唔觉意撞到他哋秘密练功，所以就即刻跟住他及一及基哥，睇下学成点先。初时见基哥佢做啲基本功嗰阵都有板有眼嘅，筋骨都尚算几柔软下，当然就冇拎嚟同 copy 比啦，都算 OK 嘅。不过一入到啲高难度动作位，佢就好似有啲力有不逮，跌下跌下咁，但系仲要夹硬做，几次 copy 见到佢咁都即刻停手过去帮佢，费事扭亲条腰出唔到 show 就斩搞啦。